有用，成年人的冷静离席了，若然没有事情。今个夏天特别有意义，我将会在7月19号去到加拿大慈善演出《为善聚落》，记得买票睇《群星闪烁慈善夜》。群星闪烁慈善夜，7月19号，12位香港天王巨星汇聚温哥华会议中心，千载难逢的巨星夜势必轰动全城。查询请到大会官方网站。